列治文图书馆、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和飘木艺术家协会三家联合举办的2015年洛夫诗歌品读会，于2015年6月26日在列治文图书馆举行。来自大温地区的100多位诗人、文学家、朗诵家、音乐家以及文学爱好者，出席了本次洛夫诗歌品读会。20多名与会者分别朗读了《烟之外》《汽车后视镜里所见》《边界望乡》《西湖瘦》《日落向山》《杭州纸扇》《诗的葬礼》《水墨微笑》《却说雨巷》《众和喧哗》等洛夫先生70年来创作的经典诗歌。这些朗诵者中，年纪最大的一年过80，他们深情并茂地朗诵洛夫诗歌，交融着现场古琴伴奏，让观众对这些诗歌有了更直观的体味，更深地从洛夫诗歌与朗诵艺术的盛宴中感悟到了生活的美好。洛夫先生讲述了他创作诗歌的体会，并现场朗诵了他所创作的诗歌《因为光的缘故》。烟，曲中情不见，海上无清风。洛夫向我们展现出崇高美学的升华，大智慧的留下一道费尔巴哈猜想。他回过头去点题，就是《烟之外》。在涛声中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之外。潮来潮去，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园中勒马四步，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10月，我走进他，走进他的心里，走进他瘦瘦的笑容。我走进水里，烟，它盈盈的眸子深处，它确实瘦了许多，瘦得如夏日细细的蝉翼。风把柳条荡过去，正好缠住了它的腰，缠成一寸一寸的球。白塔明明在左岸，忽眼又到了右岸。船摇过了24桥，也骤然瘦成了堕尾的一道水纹。烟雨散尽，仍在芦笙之外。我是最粗的。地壳日理应能，而我满身是火，
胆内凝固。我是最粗的，我是最土的。因为风的缘故，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河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的信，而我的心意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少有暧昧之处，世俗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是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楚军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理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身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活动拍档，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调布艺术家协会和义务统筹员 Sophia 女士帮忙筹备今晚的节目。你看到今天的这个会，来自各方的朋友到这里来，洛夫跟这个社区是息息相关的。他用他的诗，他用他的书法来感染这个社区，来给这个社区的文化建设服务。所以我们期待洛夫这杆文学的大旗能够在 Richmond 开花结果。当时他已经被看成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气氛有一点像魔幻，所以文学界给他起了个外号啊，诗魔。那么我自己的专业是这个中国诗词发展史，所以这个早期的比较熟悉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唐代有一个伟大的诗人叫李贺，李贺的外号是诗鬼。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唐代有诗鬼，当代有诗魔，这个把这个洛夫先生的地位拉到那个跟李贺的这个同等的。就是这个我们走向诗歌、情景诗歌、朗诵诗歌最佳的季节，是吧？那么今天呢，又是不是本人的一个生日，大家啊欢聚在这儿为我庆生，我感到十分的不敢当，也十分的感动，万分的感谢。好，现在谈谈我一点我个人的感想吧。这个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人生苦短啊。一转眼呢，就到了这个夕阳无限好的晚年了。所以呢，感慨良多。所以我认为，这个生命的价值啊，它不只是在过日子，不只是在过日子，也不能够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生命的价值，我认为，这个，只要心中有爱，有诗就是有美了啊，有爱有美，瞬间即是永恒。这是我经常写给朋友的一个
的谨言啊，谨句。我个人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一直到去年是我写作的70周年，在台湾、在国内、在很多地方都办了一些活动。那么在这个很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岁月中，我追求过，我实验过，我成功过，但是我也失败过。在这个极度的付出很多心血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有限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一直是坚持的数十年如一日。因为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一直相信写诗它不只是一种写作的行为，而是一种价值的创造。我经常提醒我自己，我不只是在写了一些歪诗而已，我是在创造一种价值。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在任何这个，在尤其在今天这个诗歌这个受的这个冷遇啊，这个很冷漠的这个边缘化的时代里，这个诗人如果没有你这种自信的话，你可能就早就放弃了。那么我希望今天晚上品读的作品会得到各位的喜爱，其中某些诗句，我希望能够轻轻地触动了你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最后，我就祝福各位，回家之后做一个甜甜蜜蜜的美梦，明天早上醒来，又是一个健康、充满生命活力的生龙活虎，好吧？谢谢。那么这场朗诵会的这个评读会的成功啊，得归功于三位的承办的女士，一位呢就是 Richmond 这个图书馆的这个温迪女士，她在不在啊？你找到吧？温迪，哎，她在后面啊，温迪女士。一位呢啊，大家都看得很熟悉了啊，就是嘉华国家协会的会长杨迪范教授。另外还有一位啊，可以说是从头到尾不止他精心策划全程的操办的一个女士，那就是张欣媛，在那的张欣媛女士。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辛劳和付出，就不可能有今天晚上这么精彩的演出。祝你生日